大家好，我是小薇。2024年，随着可灵 Luma Dream Machine 以及 Runway Gen 3的发布， AI 短视频和电影制作已经进入了新的纪元。根据最新报道， Runway 正在与 General Atlantic 洽谈新一轮融资，估值可达40亿美元。目前 Gen 3模型已经面向高级用户开放，且具备强大的文本渲染能力。相比 Gen 3，Luma 却无法准确还原提示词中的文本。作为新一代的视频生成工具，可灵 Luma Dream Machine 和 Gen 3都具备各自的优势。其中可灵支持全中文提示词输入，视频生成的速度也非常快。Runway 能够生成10秒钟的视频，缺点是没有提供免费账号。Luma 则支持关键帧的加入，缺点是生成速度较慢。不过，以上三种工具均不具备语音、音效以及背景音乐的生成能力。如果想要制作完整的视频或电影，我们还可以借助第三方工具实现。例如 ,Eleven Labs 的 Sound Effects 功能可以通过文本提示生成任意类型的音效。输入 Fireworks 提示就可以生成烟花爆竹的音效。或者访问 Pixabay,免费下载各种类型的音效，作为视频剪辑素材使用。背景音乐方面，我们可以通过 Sano 和 Audio 生成无版权三分钟以上的高质量音频。以 Sano 为例，开启 Instrumental 选项，输入包含 Anime Upbeats 的提示词，就可以生成欢快的动漫背景音乐。此外， Runway 正在将 Lip Sync 口型匹配功能加入到 Gen 3模型中，用于生成更加真实的语音播报。I think we've got a bit of a situation. It appears I've landed on the wrong planet. In me many years sailing these treacherous waters, I've seen many a brave soul rise and fall. 以可灵为例，我们可以通过输入中文提示词生成富有想象力的视频。例如，要求可灵生成一只草莓做的熊，或者生成一只小猫美人鱼，以及戴着眼镜的小鸟。借助可灵强大的吃播生成能力，还有网友制作了一段《西游记女儿国》的恶搞动画。目前，本段视频已经在 B 站获得了10万次观看和5000点赞。此外，可灵还可用于制作商业广告。例如，通过可灵制作一款蜂蜜广告，或者北冰洋汽水的广告。采集经过严格挑选与处理，纯正无添加，为您的每一餐增添甜蜜与健康。可灵蜂蜜让生活更甜蜜，可灵蜂蜜源自自然，馈赠生活。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喝北冰洋汽水。北京上大学的第一瓶汽水。除了可灵 ，Luma 也非常适合还原流行梗图像，把经典图像动态化。Luma 的关键帧功能还能无缝连接两张图像，生成炫酷的过渡效果。和可灵相同的是 ，Luma 也可用于设计商业广告，效果看起来非常不错。或者把 Mid Journey 生成的图像动态化，并添加 AI 生成的背景音乐，合成一段微电影。目前 Gen 3已经推出了视频转视频功能，可以生成各种风格化的经典电影场景。借助以上三种工具，任何人都可以设计脑洞大开的视频和 AI 电影。
why do I race? Well, I guess I've always been a racer at heart. There's nothing like the thrill, the feeling of experiencing life in different cities. Nothing like the fans who will celebrate your every move, every overtake, every podium, every world championship. And of course, nothing like the high performance that requires you to push yourself like never before. But I guess we're all driven by something, by love, by purpose, by inspiration, by victory. It's the intangibles that make life substantial. I guess my question is, what are you driven by?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想在油管赚取一笔副业收入，也可以扫码添加小薇的微信咨询，或者点击视频下方链接，访问小薇的官网，了解详情。